在甜蜜约定啊，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有听了之前是谁录的那个 demo， 然后其实男生唱的感觉跟女生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柯柯有讲说这次要配吉他，所以就是不知道等一下唱出来会怎么样，但希望唱出来 有一种我们就是我们的风格在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喜欢这首歌，而且能力在，就希望会有新的火花出现，就希望对，就是接下来就是静待我们发展，我们说专辑，不要想太多。